本视频含有非全年龄向的互动内容，请各位观众老爷扶稳坐好，第一届车网争霸赛正式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五。从去年开始，随着女性向市场的不断扩大，各以优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。我本来还有点担心，再这么下去会不会出现内卷的趋势，但这个顾虑现在已经完全打消了，因为我发现制作组们成功找到了终极财富密码，那就是拼车速。瞅瞅这些卡面，这是我能免费看的吗？粉丝币狂喜，对吗？乙女游戏的核心不就是卖吗？搞多点，我甚好。我和我的小姐妹们有个习惯，每次看到乙游的活动预告时，都会先试着脑补剧情，然后赌谁猜得更准。作为一名纯正的老司机，本人长期独霸车网的头衔，所以万万没想到啊，我最近居然在狸猫传这里翻车了。具体表现为，我以为的超跑其实是自行车，我以为的自行车其实是火箭，我以为的火箭竟是宇宙飞船。五张卡居然只猜对了一张，不信的话大家也来试一试，看你能不能打破本车王的战绩。事先说好，不许马后跑。接下来我会给大家依次展示五张卡面，并简单介绍对应角色的人设，然后提出相关问题和选项。如果你对自己的车技有信心，不妨就通过弹幕来加入这场车王争霸赛。 Ready Go Round One。咱们都是在各大乙游里摸爬滚打出来的淑女，所以光看这个例会，大家应该也能猜到这是个啥类型的男主。温润如玉的翩翩公子，儒雅收敛又容易害羞，但开起车来凶残无比，能杀得你当场脸红。举个例子，女主有一回给亲和缝了一件中衣，想看她的试穿效果，却被她以男女授受不亲为由严辞拒绝。于是女主就对她说，咱俩摸也摸了，抱也抱了，你还装啥矜持。而这位公子的反应堪称撩人界的教科书，他恶狠狠地抱住女主来了一句，你挡着我收拾你的那天。现在再来看这张卡面，两人同处一个浴池里，公子面带红晕，一只手在水下，明显非常不自在，而女主的表情则十分无辜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清河为什么会脸红？ A 他不小心闯进了你的浴池， B 你不小心闯进了他的浴池， C 他站起来了， D 他想和你互相错位。正确答案 B， 你不小心闯进了他的浴池。这句话该是在下方，你怎么会到在下的汤池处？我是真的不服，这卡面明明就是公子看到我洗澡的画面然后震了起来了，不然一只手为什么要放在水下面？ Round two。这位长发美男在游戏中是万人迷的设计，看例会也像个人畜无害的翩翩公子，但其实自带猫系特质，极其撩人，是本作头号口嗨王。因为他实在太美太会撒娇，所以光跟他说话你都容易感觉肾虚，像是被吸走的精气，骨头发酥。以前我还理解不了春宵苦短日高起，从此就往不早朝。看完下面这段剧情后，李隆基竟是我自己。少阁主要去哪里呀？阿某人好冷啊。对不起，我加倍听话好不好？你别走，你让我抱抱，你让我抱抱吗？根据以上知识点来看卡面，安哥和女主以一种相当暧昧的姿势抱在一起，彼此的神情略有些微妙，请大家根据卡面推测对应剧情的车速。 A 这是开往幼儿园的车， B 这是一辆自行车， C 这是一辆摩托车， D 这是一辆豪华超跑。正确答案 D， 这是一辆豪华超跑。少阁主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表情吗？眼似水杏，面如樱桃，让人想咬一口。少阁主可知自己方才的模样有多可爱？这样考验我真是过分啊。姐妹们，这不叫飙车，这叫做窜天猴。我真的是猝不及防就被安哥送上天了，或者这种台词居然可以过审的吗？ Round three。白毛美人穿这么多就知道是个机器系的角色，惜字如金，清冷卓仙，完全不食人间烟火，也不懂情事，所以很好调戏，经常被女主逗着引着说出直男式情话。虽然沈静明的车速无限接近于零，但全游唯一一张亲亲卡就是他的，而且还是女攻男。你喝醉了，抽抽卡面，沈静明一手不稳地拿着酒杯，另一手像是要去抓女主的手腕，后头还有一只傻鸟一只傻猫在偷看。所以提问，沈静明为什么有些失态？ A 他喝醉了， B 你喝醉了， C 你想摸摸他， D 你想练练手刀。正确答案 C 你想摸摸他。别松手，暖得了这具躯体的唯有你。
为是沈继敏喝醉了主动出击，没想到只猜对了一半。话说沈仙哥哥居然开了隐形车，用这么禁欲的脸说出这种劲爆台词，真的好吗？ Round four。一句话总结，三五最喜欢的男人类型没有之一。是的，就是经典的爹系总裁，一高冷，二强势，三傲娇。由于身份是前清朝野的豪艳，所以主线里大部分时间都保持不苟言笑的状态，默默帮助和保护女主。在约会里极其宠溺，能让人充分感受到当小娇妻的快乐。本侯从不在意世人毁誉冷眼，除了你，所以你在乎，我很高兴。再看这次的活动卡面，宁北貌似无奈地拎起了女主的猫，女主红脸微笑，而猫则捂住了双眼。那么是什么让一只小猫咪感到不好意思的？ A. 它在高速路上绊倒了宁北的车。 B. 它明明是猫却被塞了一嘴狗粮。 C. 它被你派来偷袭宁北。 D. 它在温泉里摸鱼被抓包。正确答案 D. 它在温泉里摸鱼被抓包。要吃不要命，它想吃什么乖乖待在里头，别叫本侯担心。况且早些习惯这里也好，毕竟以后……我以为猫是神助攻，结果发现它只是来吃鱼的。我以为它是来吃鱼的，又发现它确实也是神助攻。哇，真的是，这种怎么猜得对吗 ？Round five。小伙啊，外加 CV 苏赏心，这个配置一瞅就知道是阳光型小奶狗。俗话说，年下有三好：腰好、腿好、肾也好。不是，我是说活泼粘人，易推倒。作为右旋转系师兄，十六和女主的亲密互动极其多，而且他非常擅长以各种形式打直球。小师妹，你喜不喜欢我？你能不能从今日起考虑考虑我？那么观察卡面，十六被女主压在温泉里，双手环住女主的腰，一只眼睛俏皮的眯起，笑得十分开心。提问：你为什么会扑倒十六 ？A. 你脚下一滑。B. 他故意说不正经的话。C. 你想试试他的腰力。D. 他主动抱着你倒下。正确答案 A. 你脚下一滑。别人别想靠近半分，而你能轻易入的，不是这温泉水，是我的心。这种尺度的卡面居然配了这么纯情的约会，十六到底还是年轻啊，抱一下就这么开心，那东方花烛夜不得听他笑一晚上。怎么样，五道题你们答对了四道，超过三道你就是一名合格的淑女，五道全对，那么恭喜恭喜，你就是本次臭王争霸赛的冠军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的支持，我们下轮比赛再见。